心。好，再嚟將中間嘅去望一望佢先。我到佢嗰步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fred 許廷鏗啊。咁我近排咧，最近咧就係忙於去籌備一啲新碟嘅宣傳啦。咁啊，其實都準備咗一啲 showcase， 去希望同啲歌迷一齊一個好似一個新碟嘅分享會咁樣。咁啊，亦都嚟緊頒獎禮啦，咁所以都要積極啲去籌備啦，同埋要練好呢把聲，希望可以上台攞獎，同埋唱歌俾大家聽。咁至於如果講起環保咧，我就應該都唔算係一個最好嘅一個 role model， 因為好坦白講，我嘅另外一份工作啦，好多時候咧都需要好多嘢都要，因為嗰個衞生嘅問題咧，所以唔可以去 recycle 或者唔可以再重用。所以咧，反而我喺平時嘅生活咧，都希望可以做到少少環保嘅工作啦。咁係做咩呢？又係講另外一行，就係、是、起碼你譬如刷牙嘅時候咧，其實好多人好微細咧。他們會忘記了，其實你刷的時候你自己刷緊，不用開著水的，或者是你有時候譬如你去臨睡的時候，其實你可以熄燈的，為什麼你還是很著意的，好像有些光光地著住，才會令到自己好像好睡一點樣。即其實我覺得這些很多是日常生活的小 tips， 其實是可以令到你可以個人環保一點，譬如省電啊或者省水這樣。咁至於我近年咧，真係比較去多啲去做嘅咧，對於環保嚟講咧，就即係垃圾分類啊，即係呢個係因為近年有多去台灣，咁我覺得佢哋嗰邊咧做得好好嘅，所以我自己都學習咗嗰邊嘅少少模式，咁希望有機會咧就同大家再詳細啲去分享一下啦。